妇女的团队，这次筹办整个县立最辛苦的洪校长所带领的团队，大会裁判，我们带领各乡镇的乡镇市长，今天特别到会来主导的县议会议长、副议长55位的县议员，各位在场最有前途、最有潜力的精英选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，县长好。今天风和日丽，从山上、海岛、琉球、满洲、牡丹、雾台，所有山上、海上，来到我们屏东市的体育场，有宗教的联合运动会，有县议会的一民指导，那是历史一刻。在这么好的时刻，我们今天又得到一个来自哥伦比亚我们光出国中的李梦竹得到嘉奖，他参加哥伦比亚世界的竞速10000米的竞速得到1金2银，那是屏东的骄傲，台湾之光，他为了我们大会在祝贺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恭喜所有舞会的贵宾参与这个盛会，希望今年的县立宗教联合运动会我们大会成功，全体县民身体都健康，增加福气。谢谢大家，祝大会成功，谢谢，非常